这些颁奖典礼。首先，我们先颁发个人职远赛公开男女组第一名，徐汇中学陈世化。好，我们给大家就依序拍下来啊。第二名，屏东县盐埔国中柯元琪。第三名，屏东县圆桌教会吴娜可。第四名，香港总商总会徐伟谦。第五名，徐汇国中李伟堂。第六名，徐汇国中陈德先。第七名，台北市福仁联队陈玉祥。第八名，新北市徐汇校友队林正玉。我们请徐汇中学家长会副会长潘吉忠会长帮我们颁奖。把它打下来。